现在收看的是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宜兴紫砂壶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它取材中国江苏宜兴特有的紫砂泥，以其极高的艺术和实用价值深受人们青睐。作为艺术品，它化泥成金，古朴别致；作为实用品，紫砂名茶，茶禅一味，自古就有人间珠宝何足取，岂如阳羡一碗泥的美誉。为庆祝加拿大建国150周年华诞和中加建交47周年，中国艺术节基金会、中国文化管理协会遗产保护委员会、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联合主办，北京荣达慈祥福星国际文化传媒、中国龙山堂紫砂艺术机构、九赏艺术自媒体、加拿大五湖国际文化以及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共同协办的大型紫砂展览艺品中华九赏紫砂中国紫砂走进多伦多艺术展将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办。本次展览将展出近300款紫砂名品，均是由宜兴本土艺术名家采用原矿紫砂泥手工制作。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紫砂大师吴培林、实力派工艺美术师、紫砂艺术家徐英、吴振鹏等届时将随同中国代表团出席展览，并将现场展示巧夺天工的紫砂制作之美。看中华，赏紫砂，中国紫砂走进多伦多艺术展，欢迎您。You're now watching Canadian Mandarin Economics Television.